日本政府宣布了明天开始要排放韩川核废水到太平洋，引发了各国的关注。香港、澳门都已经宣布明天起要禁止日本十个县区多种的食品进口。食药署回应说，我国目前不会跟进，但是对接下来日本进口的渔货跟渔产品是否含氚会持续的检测。未来只要发现检验结果跟背景值相比出现异常，就会跟专家开会讨论。福岛核灾12年后，日本政府拍板，24号开始要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含氚核废水排放入海，让周边国家强烈反对。我国渔民同样忧心忡忡。日本本国他们的渔民反抗声音就很大，何况是我们台湾。你们有没有办法天天来检验？怎么检验？那跟渔民讲，估计是3到4年会到我们台湾。真的发生影响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去修缮？根据计划，日本至少要花上30年时间排放大约130万吨处理过的核废水。食药署也和原能会合作研发出氚的检测方法，从去年第四季开始抽验边境日本青鱼、秋刀鱼等一共25批氚残留值检测，今年也在针对鲑鱼、牡蛎等27件进行检验，检验结果皆低于背景值。未来只要发现日本输入的水产品跟背景值相比出现异常，就会跟专家开会讨论。不过对比我国要在边境检验水产品，香港、澳门则是直接宣布要禁止日本10个县区多种食品进口。没有看到风险有任何改变，不会改变对日本食品在边境的管制措施。这个是监测，所以我们是去跟业者买他输入的产品，然后政府部门送验。消署目前没打算跟进港澳禁止日本食品进口，而气象局预估台湾附近海域会在福岛排放4年内出现2次比较明显的氚浓度。消署回应，今明2年每一年都会针对日本水产品做100件抽验，为渔获实然把关。记者魏腿叶林凡、蔡志恒综合报道。